成这样你也认识？一天不打你上房揭瓦呀、哎！我去买的时候，今天老板说这是纯金的，绝对是真的。哎，这个、以后呢，功劳都归你们，吃的归我。酱油不是应该地上铺一块布，让我躺着吃东西吗？那你叫什么味儿啊？上次的钱，你这怎么叫借刘王爷？你把我给卖了你！喂，我用我现在的肉体来换吃喝，怎么了？我不也一天没吃吗？一天没吃饿死。可是我比你年轻啊。怎么了？但是你看着老啊。走啦！嗨，收费。知道了。在上面干嘛？你管我！我登高望远，思路比较开阔。难道说真有鬼？能飞出手势？嘿！啊！小桑！行！哎，你肚子疼，不能自己灰心。我现在饿得头都疼了，那更不能吃这些。你还医好过谁啊？后院的马。我刚刚替你挡了一刀，你可得帮我，能多讹点就多讹点。行了，够了吗？还想害我破财啊？你破财？说案子。我收金呢。哎，三宝，你上答应我的烤饼呢？哎，说呀，你留过多少猪蹄呢？走，我们去喝酒。有钱呀！哟，还想打人？打人了！大理寺请打人了！李少卿，看看你这些家庭趁手，先把账结了，一会儿往府子里打，砸坏几样赔几样。好的，算你狠。哎，去不去啊？有命案。远点说，我这都是他娘的！骂什么人啊？不过绿豆钱是我自己垫付的，不过没关系啊。那咱俩这关系，绿豆钱就算了，哪怕你让我偷天换日，我也得硬着头皮去摘个身。不过你告诉我，这次的食客真的是嘴太刁了，原来这么多次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。不过没关系，我马上就去研制新配方。放心，我有好消息。跟你老大办案能拿钱，跟你。钱照付，表现好了有红包。走着，发财的机会来了。干嘛？赚钱去。吃什么呀？是吃的吗？吃什么呀？是不是好吃的？你是不是想把它捆回来做成标本呢？我怎么可能那么粗鲁啊！你看你这鱼啊，鱼鳞都让你给摸没了。四娘，给我弄点吃的，跟他们出去，从来都不管饭的。一天吃七顿还少啊？我还要长身体好不好？我的俸禄都被你吃光了。长的越猛，死的越惨。你说我怎么办？四娘，你放心，你长这样，老天爷一定会放过你。三炮。我回去看看双叶。不用看你招，死在这俩都是小脸。哼！恭迎财神爷进门。